各位车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跟大家开箱一台格伦米亚客车版哦，然后我们要带大家去玩，然后顺便在车上开 party， 走。大家都坐好了。哦，现在我们上车了。然后这台格伦米亚是客车版的，就是最顶级的。来，安静，只要四周，后边记得挡了你哦。来，啊，够力，哎，我们要出去唱歌了啊、哦。啊，还有前面。哦，那安卓机的好处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使用全家出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唱歌。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点一首歌。好，来。这些喜欢拿出去投，非常的方便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就可以点了。喂，麦克风 test echo one two。我坐在钢琴前面，敲着黑白的琴键，唱着类似爱情的配乐。这是只麦克风，等下传了呀，传过好不要。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金箔影子歌王。不够经典，我也努力过改变，学你要爱的完美，大提琴点缀我的心碎，我的世界不过是你多的时间，回忆是终点。准备合唱，用唱一首歌，蓦然被你牵连。这歌词很像我许你过去的，多么是时刻，就算没有音乐的伴奏，唱到声音。来宾掌声鼓励鼓励，给一点虚伪的掌声。好，各位好朋友，这一套就是我们的那个卡拉 OK 的系统。那你一定，因为我们装了安卓吸顶，所以它会前后同步。那安卓吸顶呢，它还可以独立操作，比如说可能我们这时候要去一个比较要去山上啊，爸爸需要导航，那我们这时候就后面的人他想要继续玩，他就可以自己操作，他其实就很像家里的遥控器，所以你只要 WiFi 给他，他就可以上网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继续来，我们继续同步哦。好，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要看了，哦，各位有看到这安卓吸顶跟我们前面的安卓机已经做同步了。哦，那我们这 YouTube 是无广告的。好，原厂的 Grammia 这个是客车版，是有环境的，可以做切换，相当整合系统也相当的方便。好，继续唱歌。哦，各位，这个是卡拉 OK 的软体，所以它台语歌也可以。哦，那它呢？我们点荧幕就好了，点荧幕这边就可以变成原唱卡拉，这个就是没有 only 有就不会唱歌了。我唱一小段。我们的安卓机
安卓机顶都可以加装卡拉 OK， 这非常适合厢型车 MPV 都可以用哦。那它都有 Echo， 所以你就可以出去玩，非常的方便哦。非常方便了，因为这个就是无线科技 T9 的安卓机哦。我们做任何的操作它都会跑会跳，那如果你有装第四台哦，各位看到我在前面操作，它后面一样会做同步哦，相当的迅速哦。那我们这个的安卓机顶的画质是 HDMI 的，所以它是 HDMI 画质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好。让阿奇有足够的时间加入你们。哦，好哦。好了没啊？需要主人管好自己的宠物，柴犬主人当时刚好不在视线范围内。那出去玩如果觉得比较暗太亮了，我们还可以点萤幕哦，相当的方便，相当的操作。那如果说要贪心一点，想要多功，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哦，这样就有可以做分屏的操作了哦。不过因为是前后同步，也就是说前面做什么动作我们后面也是会跟着同步，所以安卓机顶可以独立的操作，独立的操作哦。各位有看到，好，这就是 Garmin 客车版跟大家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